你觉得什么历史事件非常的奇妙？我不服，凭什么废我太子之位？凭什么？你重立太子妃不是？是你说巴不得我快死你好继位不是？谁在这么欠？谁？嗨，大哥。杨广，你给我等着！我台消息，一名叫杨勇的开发商人挖出了隋炀帝杨广的陵墓。下面请看前方报道。对于此次事件，请问您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就一句话，君子报仇，千年不晚。